站着站着站着呢。毛西，加油！毛西，哦，毛西，哦，放心，我没事。谢谢大家。炫哥，你的膝盖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最后那个这首歌末端的沉浸，我真的对大家非常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太投入了，太投入了。我们这次能够有这样的组合，我要特别感觉到幸福。谢谢三位，跟你们合作真的很愉快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一开始这首歌的设定是三位出外打拼的兄弟好友，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努力着。那狗哥呢，其实就是负责扮演天上的天使，讲出我们心里的话。其实 rapper 不见得要 battle， 不见得要那么愤怒， rapper 也可以很抒情，也可以很温暖，也可以抚慰人心。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游子跟想家的人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温暖，感动到大家。如果我没有给你到温暖跟感动的话，麻烦大家现在换你们用火力值来温暖我们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所以呢，喜欢第三组哥哥表演，请记得要支持他们，谢谢哥哥们。没事吗，林老师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坐坐一下，坐一下去。轩哥屁股还好吧？屁股当然会痛啊，废话。OK， 各位继续加油，不要受我影响。好，不要受我影响，好好表演，好好表演，酷。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故。对对对，是我自己的问题吧？在演唱的时候可能太过忘我，我很懊恼，因为我觉得本来好好的一首歌，大家可能都会有共鸣，剩下的那种感动被我破坏了。所以就觉得不行，我一定要再回到台上，然后很不好意思，是我的疏忽。我要特别声明啊，这跟我的身体的疼痛没有关系，就这样。没事没事。啊，这跟身体病痛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只觉得可惜而已。我觉得炫哥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位艺术家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突发情况下，他的本能反应告诉自己是我要先站起来，告诉观众朋友们我没有问题。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的态度啊，所以我真的是很爱他。你唱了30年第一次摔倒，对，30周年纪念。第一次啊，第一次摔。那你再冰一下。没事没事。